吗？怎么回事啊？我要嫁的人不是你，你娶错人了。我真来天界了，怎么办呀？思念竟是本君命定之人，真是造化弄人。沈君，沈君，你慢点，慢点，我不想走，我害怕呀。松开，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？沈君需要蘸墨吗？辛苦了。沈君需要入浴鲜花吗？沈君需要助眠吗？过早。幸亏了，幸亏了。有什么需要你就吩咐啊。不，你可知道你带的是什么？袜带啊。既然知晓，为何还带？好看吗？狡辩。告诉他，他到底犯了何等罪过？侵害神兽，毁坏仙境。陈渊族全征非常险要。公主，三殿下呢？朝风一定会舍身效力。大恩无以为报，还请殿下宽衣。宽衣。好不容易打出来的伤，差点让他给我治好了。要不然属下再给您来两拳。你打算私通下界？一个都没见到神君了，可是太忙了呀。他修行自由不羁，若不做天妃，本该享受常人之福。本君的本命便是这陨落星辰，这颗流星专属于你，许个愿吧。神君，你可不能出尔反尔啊！陈渊界原本处处危机四伏，是你让这无间之地有了颜色。我心里对你很感激，但是我从没想过，那时候因为修炼，从来没有正视过自己的内心。我不想再错过了。以后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陪着你。悬赏神君的神石碎片由玄镜飘落界下，要让三片神石都爱上我才能复活他。同时交往三个男子这种事儿，他是绝对不会干出来的啊！我去。